董事长去世以后啊，这孙平当了总经理，我第一次看到他这么开心。无聊了是吧？嗯，那我就来个即兴的节目好不好啊？嗯嗯嗯，来一首歌。嗯嗯，哈哈，掌声鼓励。热烈一点啊。南南风吹来清凉，那夜莺啼声凄惨，天下的花儿都如梦，只有那夜暗香透露着芬芳。停，你好像还没有给我钱呢。对啊，钱，阿赵，给他100块钱，给他100块钱，快。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啊，你既然那么喜欢的话，我再来一起好不好？好。200块。两百块，快给他两百块啊！两百块哈，200块给。哈哈，谢谢啊。好好。死了都要爱，不离离尽只不痛快，宇宙毁灭心还在。你在这干什么呢？妈，您要不要来几句啊？放肆！下去。嗯。草地上烧烤，你就不怕发生火灾吗？阿忠，你怎么也跟着胡闹？哎，对不起。中，别理他，我们吃烧烤，听演唱会。你想不想试试啊？拿着。我从来都没试过在家里烧烤，试一下。哎，让我试一下。哎哎哎，啊，你要洗手的？不用了吧？真的要哎？你打我？啊？哎，来，上这洗手来。哎呀，那么麻烦。来来来，放水吧。啊，你干嘛呀，大姐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是啊，我是故意的。那又怎么样？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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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孙平当了总经理，我第一次看到他这么开心。
一套房。哎，别，来，这是工作时间，让别人看见不好。哎，就一瓶水，哎，还能说什么呀？费用多少说吧，没事吧？明天开始要准时来啊！你是临时工，以后能不能续上长约，要看自己的表现，知道吗？是，那当然。好不容易您给个机会，我一定好好干，一定好好干。大哥，这还有一个人，哎，他干什么都行，干什么都行。您看他老实巴交的，您给他安排个工作啊。我这哥们儿啊，真的挺不容易的，真的。以前干的事儿啊，也都不太顺利，也没什么技术，还带着两个孩子，哎，不容易。您帮帮他，大哥。帮不了，走吧。在这样的大厦里，你没什么技术，还找什么工作呀？不是，大哥，快走，快走啊！你也看到了，我可尽力了。现在工作不是那么容易找的。哎，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呀？哎，豆豆，这孩子怎么了？豆豆啊，豆豆，他是不是有病啊？上医院啊！这是干什么呀？秦总吩咐过了，你随便挑几件自己喜欢的。你不是说没空来的吗？你以为我愿意来啊？我是不相信你的眼光才来的。哦，是这样的，明天会有很多明星和老总来我们的宴会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宴会，所以秦总的心情也是可以了解的。是啊，大姐，如果明天是去菜市场，我才懒得理你。走吧。打算打着这把伞去参加酒会啊？啊？还有，这个地方呢？不是，不行不行，换掉换掉，换了，啊？快去。选的每一套衣服你都不满意，你只会坐在那边喝咖啡、摇头、装酷。你那么有品味，你帮我选啊。好啊，让我带你去选件衣服啊。我也想喝水。嗯，喝水不一定水杯的，干嘛假斯文？秀妍，
你没事吧？叫我什么？秀妍？那不是你名字吗？你第一次叫我秀妍啊？这段时间委屈你了。你真好，谢谢你，终于从你嘴里听到一句人话了。去给我倒杯水喝。你有手有脚自己倒吧。别以为你叫了我是秀妍我就会帮你倒水。秦总有点说话太多了，对不起，晚安。没什么事了吧？都快累死我了。哼，我还以为你是钢筋铁骨呢，原来不是啊。你别没事找事了，我受你妈的气已经够烦了。如果在乡下，真没有人敢像你们这样欺负我。你就吹吧你。喂，你不让我睡觉啊？秀妍，秀妍，重要的东西居然落下了，现在打给他还来得及吧？哎，你回来对了，你落下了重要的东西。是，刚才走得太匆忙，忘带了。那我走了。秦总的脑袋不好使喽。到底是什么事啊？方小姐，最近网上在流传你的消息啊。关于我的？什么消息啊？是你个人的负面消息。事情出来以后，点击率是相当的高。方小姐，你要知道，身为公众人物要注意自身形象，不能给人留下画饼。到底是什么呀？你自己看。进来。什么事？秦总，鸿翔公司的周总来了，在会议室等您。好好，
我马上过去。这份文件打印好了，给您吧。方子怡，我告诉你，你好自为之。走。我知道他是骗子之前，我就已经跟他分手了，而且我都跟媒体打过招呼了，我也不知道那些照片怎么会流传出去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我不该在江北那次新闻发布会上那么说，但是我真的是一时冲动啊。你既然敢在公共场合说出那样的话，就该为自己的话负责任，对吧？那是因为那天我知道你跟那个女人订婚，我实在很生气吗？我这样做就是因为我太爱你了。你爱我，你是拿爱情来估价的，你不配说那个爱字。宋平，这真的是误会、啊、好了，我不想再听了。总之我不希望人家说我旗下的艺人是个荡妇。姐姐，给我查清楚，我要知道到底是谁跟我过不去。还有，我要告那个发布消息的网站诽谤罪。知道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三兄弟才能凑在一起。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说过，等我们老了以后，就找个荒岛，钓钓鱼，解解闷儿。可是谁想到？是。宋平，你还在怪骑兵吗？喂，什么？好，千总和敏之签约了。